剧情部分怎么我自己三边结束。好，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。OK， 三边结束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单挑牛牛，剧本是三比二啊。大傻，剧本天吉，剧本三比二，开球，好不好？剧本，走起。大傻控球，招牌动作，防住一个啊！直接投了。据说剧情是三比二，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按剧本走啊？大傻。开局手感都不是很好呀，拿着来了，好，我就不信。哇，开场现在四投零中，四投零中，好，哦，招牌动作，一个，一比零，哦。好，天机攻，直接投，好，一比一，有点按照剧本走的意思啊，三比二，来，现在一比一，二比一，大傻，赛点了，至关重要的一次防守，剧本是三比二。来，天吉，一通运，哦，出手，好，机会来了，来，现在二比一，大傻暂时落后一分，哦哟。大傻，二比二，赛点，剧本要来了，来，好，背后，哦，这顶不动啊，天吉有快。天机攻，哦，有没有 ？OK， 大傻的机会来了。现在是二比二平，累了，休息一下，累了，两个人。可篮球啊，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。两个对视了30秒，好，开始，直接投，哦，差一点，还是二比二平，天吉，哦，又投了，没有，做了一个，本来想做库里，结果成了尼克杨，来，大杀，哇。哦，是剧本，三比二，是三比二，这个球难度很大，不要烦了，下一个，不错，下一个，来下一个是这个哥们儿，有没有剧本？没有剧本。哎，他攻吧，他先上来，他攻，开球，直接投，大家都累了吗？斗牛都直接投的，强硬派作风，一比零。
传44码的91号，有没有？差一点。哎，你拍我直播干嘛？啊？你拍我直播干嘛？能不能追平1-1？哦哦哦！继续，比分还是1-1。还是1-1。准备终结比赛。准备终结比赛了。你那个第一视角直播。2-1。2-1，还是2-1。大口呼吸。2-1，要突破吗？猜不透。投啦！哎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球场360度都是你的。好，这回我转一个去。2-1啊！哦，3-1，终结比赛。还有谁？终结比赛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来来来，现在豆芽上场了，好，1-0。我倒吸一口气，我说哎呀，好，杜老板，哦，轻松得分，2-0。你累了。那我大傻哥累了，那我放水，打了2场了。哦，可以的。2-1。好，2-2平，现在暂停。4-5绝杀，哦。还有谁？扣篮哥，扣篮哥，来一个。我们只有一个剧情，就是比赛中一定要扣篮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心给我一下。我这两个有剧本吗？没有剧本。等一下，小 K 那瓶水过来，那瓶水，那瓶水过来。来来来，补充一下体能。是真的，这种不喝水我会健身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喝口水补充一下，还可以啊。前面放了水，给我进了两个。不是放水，我觉得放水黑豹的狂语就是无能为力了，就累了。为什么跟我就有剧本？
哎，我觉得我应该水平跟你差不多，因为我也是三边下的。这里引用小胖的歌词啊，太多的问题，孩子问是为何，你们不能把我的球技打一个对折，小胖加油！来来来，好了没？继续继续，给我吧，来，开始。扣篮哥，我们看扣篮哥你能不能？现在扣篮哥对决大傻哥，没有进球吧？零比零，零比零，大家在喝水。好，两投零中，两投零中。好，大家有机会。一问小哥哥上了啊！来，一问，一问在没有热身的情况下上了。一问上了，一问上了啊！一问曾经最佳战绩在澳门一走百家，没苦打开。这个算开始了吗？练了。记得，好，开始。反胃了。我记得我跟三胖子跟未来星在广州的时候，我可以打九个。九个兄弟今天到底五个，我已经是半死状态了，所以我再一次证明自己。如果有一句半句狂语，去问未来星。不是吧？该那个不算了，对吧？零比零。上海空调。一软号称防守很好的。傻哥今天中投真的可以。是的。空投，像平常跟你们打的都是吗？对。平时都是还有这。后仰打板是吧？是啊，都有。孤注一掷的投篮。一万三投零中。哎呀，这个打光了吧？太追求他们了，一比零，真是够强。好，傻哥开始秀了。二比零，二比零。
2-0现在。跨步，好，走起来。哦，结束。潘打 Q 了。潘打 Q 了。一打五了。差不多。一打五。已经打满轮了。杨二跟天机，第二打的还可以的。好，开秀了。哎，解释一下啊，杨二并不是指杨二车辆母，不是。杨二人车辆，杨二防守下去。哇！哎哎！我操，三比零！柯南哥来。不要观众，谁赢谁输，那身高一样。等一下，扣篮哥他要热身一个的，你先扣一个，热身一个，好不好？看看。好，扣篮哥先来扣一个，来，热身一个。啊！再换一个动作，热身。像素好高啊，这。扣着我在哪？扣着，哦，没事。扣着。走起，哦，抛板，哦哟，差一点。好，活动开了，走起。谁先发球？观众说谁先发球？我俩就一样高，一样蓝，一样的logo， 一样的就是我比他帅。他说高了先来。三个球。
那我跟你就去冰刀山干了。放回去马上就要二比，在这个球场还是王道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不，不行，不，不，哎！没犯规，没事，你看我。好，两位选手也充分利用了本次比赛没有裁判的优势啊！比赛继续。只要听起来球，大家都记得点头。你的四三步把球抱稳好，保护好球。这右脚四三步，回到右脚，又四三步，又回来，靠着左边，哎，又四三脚，四三了无数下一记。现在这边两个解说可以了，等大傻解说和豆芽解说。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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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NBA常见的。哦呦，几个了？2-0，1-1吧。好，2-1，1-1。炸了！我说左手晕到右手，右手直接晕到了右边的右手。头盔哥在没有戴头盔的情况下，大家都亲爱的生活在为天极，天天挑战自己的极限。看他的腿心和他的手心。犯规2-3次，哎呦，头盔好像生，果然，天机还是转的，天机太转了，够多就，哇，三次啊，天天挑战自己极限的头盔哥天极再次进入防守阵容，他的口型啊，他的手型，大家注意啊！哎，头型的这种防守，哎，防守成功！模仿他隔壁邻居上面楼的那个男孩的走步，已经开始不防！哎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整段剪掉！很讲究，15+15，这个很讲究。哦，差一丢丢。这种晃完了，就不用投了，就直接球扔掉。对，把镜头带走。不是，关键是我们得配合。一个晃人突然下伏击，但是我们爆。1-1，无论任何时候，天天人自己极限的踢击都是跟着节奏的。哎，开始玩节奏了，玩音乐了。2-1，最后一条。过来哥，这个扳平，咱下来扳平一下。你上吧，我累了。既然你累了，那我们两个一起上。好，开玩笑，白衣小哥，来，打一个，白衣，你等我来。
一档我来对对。OK。好，我接帅哥后面。我们著名的尼克兹马卡好不容易打过破红的兄弟，开秀了，开秀了，开秀了，太秀了，太秀了，第一秀秀的，秀秀的，又开秀了，开秀了，开秀了，对啊，现在是那个绕圈解说，对吧、啊？绕圈解说知道吧？来一个帮我手速啊，是吧？失误，这是失误，手速，手速，今天闹，啊，输钱了吗？中断卡掉。世界杯了，世界杯了，世界杯了！在临近世界杯的今天，世界杯了，世界杯了！他的脚，哇！哎，差一点，还是一平，对吧？对。我们天琪在15分钟队长一平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。前面很秀。秀一个，努力，啊，秀一个，秀色彩。两边体力都下来，手感也都下来了。头盔哥开始秀了，头盔哥，2-1，要投了吗？头盔哥直接投啊，没有。好，一文小哥哥基本凉了。没有，不准你这么说。哎呀，你这样！哎，各位观众，吃人本次第4次卷断卡掉。下个是大傻，然后再下个是豆芽。对。各位观众，第五次诊断截掉，第五次诊断截掉，第五次打板，第六次打板 ，Action。我相信你的，我也相信我自己。投完不要看，直接转身走。好 ，BGM 改成相信自己。你最美丽，你是天空最美的星。你这样，你要
要抓那么多次逼，一定有一次成功，必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叫概率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好，现在是傻逼。好，他们俩先打，他们俩先打。热身，先热身一扣一扣。于是，同样是七号，我是集团，同样是七号，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，七号胡来波，唐日辉同学。他们俩今天穿的情侣装，对，只求胜负，没有体罚，没有体罚的，对对，情侣装，其实赢了就是，你前面打了五轮，是，哎，我相信在各位观众朋友有一个疑问，天气什么时候可以去？它是变速的，跟大家尬个舞，任何的音乐的话我们都可以来，但是觉得这个技能不仅限于球场。哇 ！Respect 给你了 ，Respect 给你了。1-0吗？在这个节奏中，我就忘记了。1-0，对。那1-1。确实是那一块，那是块比分又一次刷新了。1-0，对。那1-1。确实是那一块，那是块比分又一次刷新了。你的赵鹏三分了吗？三分都能进吗？火锅了，火锅了！这次你要赢，我看出来这次你要赢。火锅加酸汤了。瑞斯曼给你了。2-1，说什么来着？这个细节吗？你才配上满天星。还是不老死，那这个位置被冒了，搬回来，自己搬回来，不要烦了。哎，还是不老死，那这个位置被冒了，搬回来，自己搬回来，不要烦了。傻逼上吗？走，老七。哎，我好累啊。哎，没有累的啊，没有累的，傻逼前面打五个都没有累。啊，老七。马上。哎，各位观众，叫他们来了，BGM来了，BGM来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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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2-0了，马上就要上了。快点！哎！这就是一点。哎呦，心态！头盔哥紧张了，头盔哥紧张了。2-1，2-1，沉迷于我的动作，沉迷于我的研究动作。2-1，看电视播能不能扛。哎，哦哟，快点，别，赛点再投。终结。好了，对啊，上了，对啊，上了，对啊，上了。哦，蛮唬人的，这球蛮唬人的。好，双方一投零中。对啊，一个变相没反应自己过去。好，现在1-0，对啊，领先。好，傻哥出手，还是1-0。哦，对啊，直接投了，哎，好了，没看见。防眼睛成功。2-0，2-0，2-0。
玻璃。哎，哦，太兴奋了，以为自己有。二平二平二平，赛点赛点赛点，重新的剧情，赛点了赛点了，剧本走起来了。对啊，说熟悉的剧情，嗯。好了，躲一下。下一个，还有谁？上帝啊，我已经用尽了所有力气了。啊，没收到。一分，门卡懵了。啊！口播好累啊。穿成狗了，从未觉得矿泉水这么好喝过。瘦了没？应该瘦了吧。场上比赛正在进行中。胳膊怎么了？赢了吗？赢了！我操，这什么？啊！炸了这个进球！打球很正常啊，有点小磕小碰的，很正常。这怎么？这没什么心疼的，这有什么心疼的？很正常啊。打球要是没点伤，你就是你可能没在防守的，可能你没在发力的，对不对？就跟没打一样。明天高考，高考，好好考嘛，当回试考就可以了。小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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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他的动作就知道他又进球了。看他动作、就是。大丈夫，系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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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各位，各位机长机群，嘿嘿，我知道你们想跟我庆祝，我充分的理解，是充分的信任和充分的开心，拜拜。哎哎，等等等，哎，他们明天高考。高考吗？对，明天高考。那今天就不要打枪了，好，准备一下。不管你准备的充不充分，我爸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：临阵磨枪，不立野光。是。万一你复习到今天对的题了，是吧？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各位比赛加油，宝宝，高考加油！傻哥今天睡个好觉，睡个好觉。傻哥今天完爆所有，完爆所有 MVP。MVP。M。
VP。高考加油啊！高考加油，好吧，无视那些难题，无视这些难题，无视，我真的不知道难题到底有多难，好吧，直到现在我们怎么押韵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们不能考到差劲，是的，加把劲，四把劲，哎，明天六月，明天六月七号。七八九嘛，七八九，三天高考。我高考的前一天，就跟我今天一样，我爸在球场找到我。你是要怎样？你几百万粉丝，你是要做一个错误的扭打是吧？没有，但是我是为了放松一下，为了放松一下，对，适度放松嘛，对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好吧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一定要认真考。是的，考不考当回事，一定要当回事，对，考不好的这个。就像我之前准备想到的，就是跟大家去比赛的时候一样，人生有很多次好的机会，这一次绝对是比较大的一次，是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，是的，为出有才，于事为事 ，One Two Three， 高考加油，走起来，哇，小心天气太好了，明天考试会决定你们以后会去哪个城市，交什么样的朋友，对，哎，对，这很重要，对。学到了什么？基本上就是这样的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对，朋友很重要。是的。哇，我发现，就是累过那一阵，是好很多了吧？对。那一阵子你是晕，有点想吐。哇，我晕了，我刚躺在这我就有点想吐，现在好多了。太久不运动了。我跟你说，日路东单那一天，前天就被踢仔，哇，被一个野仔，反正玩到很晚，第二天睡你这样说，谁还不知道？一挂兄弟，反正玩到很晚，第二天妈的，反正就是你要运动的话，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。是，对，充分的准备。是的。准备越充分，发挥的越好。要睡好。高考也是一样。对，今天不要熬夜。睡好吧，真的要睡好。反正你去想，横考竖考都要考过这一下，是吧？认认真真的过了就没有了，放暑假可以开心的玩了。是的。嘿嘿嘿，扛上阿布的 music， 扛上。小 K 要投篮了，小 K 要投篮了。哎呦，这位少侠最屌一点，在打球之前，妈干净了他的鞋，是的，然后打球不是一个容易把球鞋弄脏的事情吗？为什么有人在打球之前，而且是外场，要把自己的球鞋搞干净？再一次引用小胖的歌词，太多的问题还是要问着为何？就是这双鞋，别动，就是你打球鞋还把鞋擦得巨干净，啊，蛮讲究的，过得很精致哎，还行，很精致的。哇，谢谢。贴心撕标了，贴心标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是最终的保留节目，叫做第七次诊断卡掉。哎，我们的主角呢？天奇，来说一点什么？跟大家说点什么吧。篮球新一届的篮球接球王。在没有戴头盔的情况下，今天已经把他天天超越极限的本质发挥到了极致。天奇，我知道今天为什么赢不了傻哥，是因为我没有剃头发，还没有戴头盔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这边有个 barber，小玉，我们的 barber， 真的是 barber， 对，真的是 barber。哎，等我可以现场来，来，现场是不了，现场可以来，真的可以来，在家就可以了。哦，没有，他工具没带。对，我这边的工具够你用吗？知道吗？我这边的工具够你用吗？不够。差不多吗？好，可以，一会儿就帮你操作一下。直播，大本儿。哎，打广告可以。看我这个非常不艺术的发型。来，我们来先来看一下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头发真的需要弄一下吧？哇，为什么我的眼睛在这里这么大啊？我的眼睛在这里怎么这么大？前，它应该是有一个美颜功能。哎呦嘞！哎，增强是什么？没有。大野兽脸。哎，都没开。难道是今天打的球？傻哥好可爱啊！把五官打开了。五官打开了，可以的，把五官打开了，可以。天机看一下，啊，天机眼睛还行吗？你五官还行吗？头发不行啊。头发一会儿操作一下嘛，好吧？一会儿操作一下，小玉。一会儿帮天机操作一下嘛。
你屌啊，你的阵营里还有 Bob， Bob 这一桌，我上他群里面去。我操，屌屌屌，文章文章，要的要的要的。现在 Bob 文化非常流行。一定要的吧，比较生活的那种，对，生活的配套，打球剪头，生活的细节值得你们仔细斟酌，是忘记那些争夺，但是如果你不好好生活，哥们会说你争矬，不好好生活，一定要好好生活，好不好？好好睡觉，好好高考，对，健康向上啊！祝所有的考生节日快乐。节日快乐，考得好自然快乐，考不好也要快乐，真的，因为你要知道，不管好还是不好，给你安排了什么，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一定是的。哎、对，比如我遗憾的去不了某节目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对，没毛病的，哎，没毛病的。好，这一次小胖加油，小胖加油，满舒克加油，高拉加油，好不好？艾乐加油，艾乐加油，各位，哎，好好秀，好好秀。关注起来嘛，好不好？傻哥，我很幻想一下你留长头发怎么样？我靠，我有一个古装戏长头发长得不行了。哦，杜青，杜青，哎呦，我留过长头发，豆芽知道。对，还留过。而且不是一般长，我没有中长度，很长。他以前还编过，对，编过。照片龙沟辫。对，龙沟辫。对，可以。当然，我现在只留光头了。大叔说为什么我问只留光头？嗯。一般我人不告诉他，今天当着你的直播，我告诉他，光头。是检验帅哥的唯一标准，懂了吧？懂了吧？太多的问题还在问的为何？不要把实力打个对折。我感觉傻哥特别像那个，就是周星驰演的那个《苏乞儿》里面那个大坏蛋，那个长头发那个。谁？哦，我知道那个叫苏乞儿，那个是当那个演过很多个反派，对，有很多反派，很坏的。叫做余少群吧？哦，不是，欧阳龙龙。哎，不是，不记得。以前我比较特别喜欢记一些那种配角的名字。嗯，对，那个还赢过很多，嘴巴小小的。对，然后看着就很凶的。嘴巴小小的，看一下。啊、哦，星爷，星爷最屌的就是，刚能知道什么功夫？你想学啊？我教你啊，跟你分享好不好？跟你分享。一看就是练武的奇才，一看骨骼惊奇，一看就是练武的奇才。想学吗？我教你啊。屌的星爷，在这里下的都是星爷，希望你跟那些合作过的娱乐星打开那些心结。哦哦。对，不管天平往哪边倾斜，你知道吗？星爷永远是星爷。Yeah.有没有人注意为什么 Kira 为什么没在？因为 Kira 正在准备晚饭，我们晚上要去他家吃饭。Kira 没在，是因为他在做菜。是的，也可能没在做菜，那就是在买菜。他现在应该是刚买完回家，正在摘菜，然后洗菜做饭，做菜，然后背景音乐放了一首《爱情买卖》。哦哦哦，做菜。